养生好，养生好。五安，有多因为啥物咱才有道行的有做到，哎，因为天分，天因为天分，所以咱才有道行的点。咱若无天分，咱无道行的，咱拄仔碰到天恩师德，所以咱今仔日大道普渡，大道普传，咱今仔日才有幽冥，哦，咱佛门大大开眼，快快来，咱赶快进入门，出来就来感谢天恩，啊，要不要感谢师德？哦，要感谢。所以天恩师德不是口头禅，要感谢师德。如果没有师德的话，我们没有庄严的佛堂可以听课，我们没有庄严的佛堂可以学习，对吧？对。嗯，是啊。那、啊、所以，我看有讲不到，那有德行的弟子有以上。天恩师德，天恩师德。那大家一共看多少？哦，两句话袂使上讲上侪字，我按字分担。来，天恩，天恩，哦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天恩，那我们有庄严的道场可以修，可以学习，是因为什么？天恩，那可惜啊！天恩，是的，是的，我们地广啊。哦哦哦，是的，是的。我没有，我没有地广，地。嗯，是要这个大象，还是要讲，还是要讲跟？我们要有大象的精神，因为大象它一步一脚印，而且它很一种很当呢。嗯，所以我们要谁修哦？我们在道场要有大象的精神。是是是。啊，重前进。嗯。是叫咱在排着档啊，你是爱叫咱排着我们什么原地？哦哦哦哦哦！破气出门盖不会。
爸安尼啊？迄个妈妈就甲迄个男朋友讲，叔叔我啥物要求啦？你得当来求得，吼、哦，爱讲，因为爱看买来啦，吼、哦，要求得买有意见的，所以咱今仔日会当来前几只，就像迄阵王建川师傅讲的，这龚老师话讲，这条椅啊，你若坐袂起，身骨有力的，为虾米？因为你不离开道场，不离开经典，不离开善知识。我们修道有三不离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二言归正传，你讲，呼，啊，主啊，你嘛讲我讲无了，我都要死去啊！去，即嘛，迄个爸爸就甲迄个男朋友讲，啊无，好，你既然安尼讲，但是结婚当天，我一个要求，事实我一个要求，恁对我敢袂当拢蛮受心。有咱知影讲，食人一斤就咸人几两啦，三六两啦，食人半斤就咸人八两。所以，迄个爸爸伊的意思就是讲，一个要求就是恁去方便吼，办手续。结果对方就讲，叔叔，这可能做得袂好，因为我爸爸讲妈妈伫地方上啦吼，内面讲个讲有头有面，拜托个我嘛有头有面，上无头无面吼，你了解无？伊就是讲有一点点在什么在那个什么在做什么啦，咱卖讲讲遐济啦吼，安尼啊可能较无法度。啊，即卖咧爸爸就讲，若无法度安尼，后面再讲，后面再说，伊就安尼讲啊吼。结果后伊就等伊啊，唔是不欢而散，是谈不拢吼、哦。来等伊，迄、那个爸爸就甲迄种念讲，我甲你讲，你今仔日已经真伤心啦。阿妈拢伫倒了，吼、哦，咧参拜。阿妈有咧听道理，吼、哦。啊，我今仔甲你讲，爸爸甲你讲，你今仔日人嫁去，爸爸甲你付为三年，你拄啊纯听道理的讲的，敢是安尼？因为安那字不同，道不同，而且对方连，伊讲伊含伊讲，爸爸就甲阿祖娘讲，伊话爱你，含一顿寿司，伊就无法度付伊牺牲，伊话爱你。那个女儿就哭了啦，哦，咱知影迄个爸爸是啥，是咱王典传师。我昨天是比你老卡的师弟。对，对呀。咱刚买户外讲这个就是讲，咱拢无户外嘛无希望讲咱每一个人存正道理的观念，真的，咱有做些代志爱做。所以呢，咱拢常听一句话讲哦，脚踏实地行，风奔风行奔上道外。嗯。那你在想到有听过这句话？有。有无？有。啊，为什么风行奔上道咱的名？啊，咱为什么啊？那个谁说了算？姜子牙说了算。嗯。因为姜子牙咧点名，风行奔上咧点名。啊，但是那是以前风行奔道的名。姜子牙啦，点着啥？点着叶尊，点着丽华，哦，点着木秀，啊，来讲啥物啊？其实，迄就是，伊迄个时阵就是讲，年龄小到一个阶段，伊会去风行奔，搁受考验。你若考验有过，风行奔上就有一点；，啊，若考验无过，哦，歹势，我下次再来。其实，咱起码是有考验，但是的考验。啊！咱的红心凤，咱免得别人讲咱红心凤，咱家己就讲红心啊。啊，所以有一句话讲，红心凤上谁收了算，姜子牙。但是我们现在白羊起的修士大道不渡，你诚心做，我谁收了算？啊，是不是用说的？不是，谁做了算？啊，但是咱是讲做者得好吗？咱是用做的得好吗？啊，对，咱一定爱做。但是咱爱内外双修，嗯，你嘛爱做，就像莲花师父讲，你当修就好啦，你修得存一个，所以人为什么讲修当修好家己，你叫做啥物？罗汉，嗯，哦，叫做罗汉，嗯，啊，所以呢，那个弥勒佛，不是弥勒佛，那个释迦牟尼佛，五公斤五公。如果咱若食食，咱若无去向外啦吼，咱若无去广济广济善缘啦，无去讲结善缘，无去度化众生兄弟姊妹啦，
拄我家己是有落汗啦吼，伊搁一道亲像嫁出个查某囝，伊搁安怎生得无咱个生啦？对不对？伊搁讲啊，无我对妈妈生啦，伊是讲嘛是因兜个生。啊，所以七家伙甲讲，那是一个落汗、打独身医生个人，后摆就亲像咱个成果啦，就亲像嫁出个查某囝，你没有后代啦，你个查某囝嫁出去啊，后代毋是伊个啦。咱讲是安尼，你如果没有去推广我们的道场啊，如果没有去度化众生兄弟姐妹，当做好你家己啦，后摆啊，十八罗汉用一卡，用一香炉，有无？咱去看十八罗汉，十八个当一个香炉尔。但是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参观世菩萨，伊是家家是弥勒佛，佛是观世音，因为他有利益众生兄弟姐妹，他有广度有。所以嘛是，咱不是刚听各位公平的，咱嘛是从家财的公平的。啊对，你昨天还是和我讲唔对，伊甲阮生意讲，你拄我从家财的公平，你含听过来免听，有影无？我们在道场看到了很多啦，但是也有一句话中有无缘天助听，你今仔从家财的公平啦，你什么公平都没来啊？哦，啊我嘛无希望讲，咱大家是从家财的公平。好，一位坚定，有一位坚人，伊伫阿伯归空的之前，伊就甲伊的前，伊的护法讲，伊讲我们问问我们，道德尊贵。登恩尊贵，你什么所在？各有什么有讲问答？各有什么答没有问答？浅显，咱登恩尊贵，你什么所在？啊，不讲啊，哦，超生了死，那当然就不要讲了。刚各有什么答没讲？哪位浅显要回答？好，改变命运，尽孝道，第二改变命运，得到七贤九贤七祖进三观，所以尽孝道。还有没有谁？哎，聪毅大哥，立马控制嘞！道德尊贵在哪里？改变命运，好，改变命运。超生了死，阿哥上尽孝道，哥上命。改变命运了，改变命运。逢凶化吉。但是他们就说，你的孩子接你门，你爱好他，或者这些钱的说，超生了死。消灾解难，阿哥会当躲灾避难，阿哥到遐当世界大同，对不对？是。各位中国，各位是安尼。是。哦，但是我们要想到，各位前人很有智慧哦。别人讲错了，你们只说到对。其实这里，迄这里的感觉讲，其实咱道的位置，啥物所在？牺牲奉献，牺牲奉献，牺牲奉献。牺牲奉献，咱当个尊贵就是讲，互咱牺牲奉献。你讲的拢是个人，你们说到果，但是你没有说到因。你如果没有牺牲奉献，你怎么超生了死？你平淡平下面超生了死。所以咱在求道的时阵，下底是另外一句：咱求道了，咱今求道了，如果老精修十年，百岁年老，灵性灵通，西方极乐世界。伊咱台讲，你求得了后，为什么你无真修行咧？咱若无真修行咧，这功老师讲，我为师可以保证你可以回天，但是不可能不会保证你可以住下来。就咱同款啊，咱今仔日咧，诶钱拄我坐到台北尔，啊但是无钱通去住离遐，你敢住台北住会了？你一定爱再回来。啊，咱若无功德啦，哦，没有牺牲奉献，没有去为众生兄弟姐妹造福啦，为自己造福啦。哦，为众兄弟姐妹，因为哦，咱就把咱的心感，因为伊唔知影，咱以前是啥物人甲咱看呢？咱的前线嘛，啊，咱敢是爱安怎饮水思源，咱安怎看咱就来看别人嘛。我啊以前是心理单位，我是承载前人，也给伊个后生，啊，所以呢，我啊有一个
你就是用单子啦，哦，我昨天有三年回来，迄、那个单子太太真的有够厉害啦，我怕我叫他走无路啦，我讲伊个咧，伊个去用伊上班的文化的照顾，又记得让他，又交代好话，妈妈讲，啥物人干你来，你干好话，有咩卖无？等下爱听这条话，我来讲。无限哦，因为今仔日等你去考试，啊，所以阮在黄鹤的时间是来到14:45，但是黄鹤提早，因为点分师傅那讲，咱提早啊，黄鹤考试，吼，啊等下，所以，那边哥就说，我那个关注吴明哦，够厉害呢，伊同我去黄鹤的公司堵我啦，我听，咱黄鹤几点要下班啦、啊？我去听下。我你老牺牲奉献的精神啊！你们生死关我什么事啊？你们是为钱帮我生代志啊？哦，你们用眼睛做的代志，你们帮我生代志啊？但是不可以这样，因为咱拢是兄弟姐妹，咱拢是一书之徒，一个支柱。咱唔知咱真死人，但是咱都有看到一个人，感觉伊做亲切，啊，感觉做面熟的，前面是两样的，一面是前后都是两。对不对？所以咱拢是同一家伙啦，啊，所以咱一定爱吼，安怎？大家静超生，一直成道九贤七祖静超生、嗯。啊，所以咱道的尊贵，不是让我们超生了死，不是让我们躲灾避难，不是让你尽孝孝道，不是世界大同。你一定要先牺牲奉献，你才能达到超生了死，世界大同。咱若无先牺牲奉献，这个因后面没有这个，怎么这个因？怎样吼？啊，所以这个因就对了。咱若无行者，吼、哦，咱平平平生，明白？啊，所以咱今后有咩风，有咩开荒过火种，业力在一起。啊，所以咱若无，咱若无真去度人。风筋无啥呢，我阿去讲叫咱连传师阿哥变两根筋风筋，阿家很多咧，变两根，咱着传人咧，有得咯。啊，咱立信于11月26号，一台游览车阁无到呢，我爱两台游览车呢。啊，为是有得呢，是有得呢。啊，但是咱着是讲，为啥物咱要动咧有得？因为咱希望讲会当互助有得休闲去做一下，进江灯。啊，但是记得，他如果有。来佛堂学习，你是能够一住先得幽灵去做一小修，啊，这啥物人爱来做？咱因为咱有命，咱有命，吼、哦，咱有这个良心，咱都有这条命，咱做到做到过。咱若无这条命，你动物嘛是一条命，但是他没有这个人生，这些，吼、哦，伊无法同你做。所以，人讲吼，为啥咱有看到？新加坡人问爱伊穿一个花朵朵，爱徛伫个了伊顶边，伊自谦，一支手指天，啊一支手指地，伊是啥物意思？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。啊，有啥物名号独尊？道独尊。修仙总归有挂起，伊是啥物人讲的？伊是用点的，吼，伊是从出来的情况，我点着，伊阵点300几的，我点着，因为大影天命，啊，所以从出来，他说了算。啊！但是咱真是谁说了算？我说了算。就是迄阵，迄、那个秘法讲讲哦，为虾米新加坡人会有一手比天，一手比地，就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。就是我，那边讲开就是，修仙做佛就是由我，由我来做事。把人无法度，把人只是一个助力，助力我们才是真正的助力。啊，所以咧，我阿拢希望讲哦，咱大家包括我阿在即一即世人的当中都卖迷茫。我们为什么会轮回？我们为什么会当众生？就是我们一念二啊，时间无够，咱做伙来行一条路，好，干好。